远见杂志每年都会发表县市首长的施政满意度调查，2024年报告出炉了。嘉义县长翁章梁三度夺得了五星评价，施政成效获得肯定。肯定越多，责任越大。那嘉义这5、6年来，那迈向农工科技大县，那这样的一个发展，实际上让我感到最高兴的是，让这块土地有活力。这几年的变化，确实让嘉义更有自信了。那这个是我大概得奖最大的高兴的地方。过去一年，嘉义县是争取到了产业园区进驻，从农业大县蜕变成了农工大县。身为五星俱乐部常胜军的翁章梁，2024年满意度80.7%，是全台满意度唯一破80%的区域。施政分数跟八大面向平均满意度都是22县市之冠，首长跟八大面向也夺得最低负评荣誉。